大家好，今天来到八子溪来钓鱼了，一样测试一下这个八子看看了。今天风有一点大，
够快。大家好，今天的钓况还可以啊，不过鲫鱼跟鲤鱼没来咬，大家全部都是阿福啊。这边是非常方便的一个钓点、有空呢，如果要来这边钓的话呢，垃圾呢记得带走吧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